我吃的东西特简单，为什么要让它简单呢？简单我知道它是什么，是吧？好多东西叫的那名儿呢，他妈那叫复杂，那叫高大上，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变的。嗯，另外我买吃的或者接受别人给我吃的，我懒，我连洗都不洗，但是我很看重那来源。比如我喝的茶都是钟灵给我的，钟灵他爸就是当兵的，那兵当的不大。有一天我采访他，我采访不是我采访他啊，我采访他那是等于是新华社记者去采访他，我就问他，我得找找我那笔记在哪儿。钟灵，嘿，人一老了，钟灵啊，其实叫张钟灵，张钟灵，你知道中国有一特有名的人叫张钟灵，他是谁吗？张灵甫就叫张钟灵，字灵甫啊，原名就是张钟灵。所以我们一见张灵甫他儿子，就是见道宇，都说你爹来了，就说张钟灵来了。张钟灵他爸呢，没有张灵甫那么高。我问他时候，我说你爸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告我，他说他父亲是黄埔军校16期毕业，西安陆军大学西北参谋班特别班1期毕业，毕业后任远征军新39师5团1营1连上尉连长。这是张钟灵的电话。张钟灵他爸当兵，中国当兵都说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，当兵的基本上都是农民。张钟灵这辈子还是农民啊，但他当的是解放军，在海岛上当了好多年，他还不如他爸呢，也没上军校，也没入党，也没提干，退伍之后回到家乡还是一大头农民。他卖的茶叶都是他自己一线去采的，我跟着他采过茶，跟他一起呢都是他的解放军战友，他人缘好，不会骗人，所以我就相信张钟灵的东西。他说这两天给我寄匪子，匪子呀，红楼梦里边有。他就告我怎么吃什么，不用你卖的什么东西都是安全的，是吧？当然除非以后你做了大商人，当了刘文彩，你可能阶级地位变了，你会变质，那会儿我也会监督你，我会舆论监督啊。比如张钟灵的这个匪子这两天就买啊。我是战地记者扶助三农，张钟灵的手机，他卖茶叶，还有就是匪子，没吃过的应该尝尝啊。匪子这会儿刚下来，刚下树。他的手机号13395856913，战地记者扶助三农，浙江钟灵，13395856913。除了这当兵的呢，我北边，这是南边，我北边还个当兵的，这当兵的呢，我也得搜，我这岁数，他是张家口的，张家口在北边，在塞外，所以是属于农耕和游牧文明交汇之地。张家口是我党解放的第二个大城市，第一个大城市是哪儿？是延安，第二就是张家口。为什么呢？张家口和苏联老大哥近啊，你要去张家口北边，现在不那么明显了，都有当年苏联老大哥留下的那个叫什么烈士墓，就当年红军都打到这儿了啊。原来大清朝要完蛋的时候啊，从詹天佑派人到美国上学，詹天佑回来修了京张铁路，中国人自己修的第一条铁路，就北京至张家口。为什么要往张家口呢？我认为哈，李鸿章啊，是拿了拿了沙皇的贿赂了，修了远东大铁路嘛，哈尔滨就这么起来的，弗拉尔基就这么起来的，我们吃那个叫东北那叫那大大列巴
就是这么传进的。其实列巴是乌克兰的，哎，还不仅是乌克兰的，是乌克兰的麦子。切尔诺贝利的水是谁弄的呢？是那个小国叫什么呀？波罗的海的石切京，叫亚德里亚海的迪利亚斯特，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，东北人不会翻译，俄罗斯人又大舌头，把立陶宛翻译成里托斯，说里托斯大列巴，实际上是乌克兰的麦子，切尔诺贝利的水，我煮的这一锅米熟了，一会儿我就可以，我这一锅有西红柿，有笋，有钟林给我的笋，有小崔给我的西红柿，把东西乱炖一锅啊，因为吃西红柿可以治前列腺炎，这前列腺炎。说到这儿我就说，你吃西红柿啊，那都是贫下中农老百姓的办法，像我这种是吧？我参加革命那会儿不兴工商，也不兴去说你多少残，我就跟革命先烈似的，无数革命先烈为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，什么也没留下。对，啊，你看我这个海湾战争再生障碍贫血30多年了，我那天问新华社，我说我这工商哪儿弄啊？他说你现在归老干部局管，你让老干部局给你开去。这是新华社摄影部党委马一兵说的啊。你说我一天也没跟老干部局干活，我给你们新华社摄影部抛头颅洒热血，我怎么好意思？哎，好在社会上有好多，刚才我一个说当兵的，我喜欢，有抛头颅洒热血跟我似的有情怀，像卖匪子的张忠龄，电话上哪儿去了？我又找不着了。还有其他的，啊，像那个北边，我刚才说张家口原来是汽车兵，啊，汽车兵，还有那个现在退休回家，啊，也不是退伍回家，我看甘子宝，就是这个。甘子宝，我搜索一下，老了就老得甘子宝村支书。对，你看这个，我说他退伍解放军村支书，贫下中农带头人，苦寒塞外，天下一绝。口外一绝是什么呢？甘子宝沙窝地，白薯红薯番薯红苕地瓜，塞外农耕游牧交集处，北纬40度，400毫米等降的水量线，高海拔山坡沙漠地，高寒烈日，昼夜大温差，长城脚下的风口，啊，官厅水库的水，这个他是退伍军人，村支书，他的电话是多少？电话，嘿，电话，你说说我这，就是我刚才电话呢？电话是多少？甘子宝村支书，我再得搜一下，甘子宝村支书叫，我看，是这个是不是？战地记者扶助三农，退伍解放军村支书陆英杰，贫下中农的带头人。15230329777，15230329777，你看我留的电话都不是我这跟小作文显然不一样，是吧？我跟我学弟俞敏洪也不一样，跟老聂也不一样，我是战地记者，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知识，新华社战地记者的见识，啊，共产主义的觉悟。所以我留的都是贫下中农的电话，都是我相信的我吃的东西电话。刚才你说你煮一锅西红柿，你光吃西红柿能不？我还吃别的呀，你看我这儿我有优沙纳，这我也等于是做广告啊，好的东西。我师父萧贤就说了，作为一个战地记者，要把好的东西，国外的好的东西拿回来分享，作为一个战地记者，要把国外坏的事拿来批判，我们避免。你看现在不光我吃这优沙纳，体育训练局赞助商是吧？这就是我们奏国歌升国旗的运动员吃的，
运动员吃的。嗯，我这些都是，你看看这写着呢，尤沙纳盖尔奇，体育训练局国家队运动员备战保障产品。你说国队国家运动员奏国歌升国旗，不能一查查出什么东西来吧？感谢这个信教的这个姐姐，看我这姥姥不疼舅舅不爱，明明是战场负伤，被病痛折磨了30年，既无工伤证也无残疾证，啊，嗯，比我惨的人还多着呢，嗯，随时准备世界上2/3水深火热的贫下中农，嗯，这姐姐的电话是多少我也记不住。我这破脑子，我得打开手机，啊，尤莎娜姐姐，嘿，我现在就是谁呀，对我好，我想起来，我就给人宣传一下，是吧？啊，那个宗教佛教管这叫法布施，我这就算不上，嗯。我先把我这摄像机搁这儿。我这两天研究空军呢，哪天我说说空军啊，研究空军呢，嗯，这个人一老了，哎，找着了，嗯，这姐姐前两天我还去青岛看青岛最大的那个教堂，嗯，德国教堂，她是德国教堂里弹管风琴的，人在音乐里边就能和神啊，和叫什么，和天和大自然交流。这姐姐电话记一下啊，1315629-9572，1315629-9572。这是我苟延残喘，一个战地记者每天的生活的秘诀，我都不告诉别人。嗯，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知识。新华社战地记者的见识，嗯，共产主义的觉悟，哎，我在要呢，我在要呢。